妈妈说，没关系，妈妈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奶奶张乃馨，我非常感谢大家为了我很多撑腰，为我在第二名，我进步一名了，谢谢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知道大家很辛苦，是不是？这句说的很溜，这句。从16岁到现在已经6年了，我做了很多工作，我为了实现我的梦想。在泰国里的时候，我以前是歌手、演员、模特，我都做过了，因为我特别特别爱这个，我有热爱舞台，我每天都希望可能有一天我会当助兴，如果不是今天，那就是明天；如果不是明天，那就是今年；如果不是今年，那就是未来的某一天。说得好，好，我从未改变我的想法。我敢说。我有够努力，我有够能力，我有很多经验，我可以唱，我可以跳，我可以 rap， 我可以演戏。每一次的舞台，我都带领大家胜利。好厉害！现在正在也可以用中文说话。我敢说，我的能力可以当第一名。所以，请大家为我撑腰，我们。一起加油吧！我希望下次的舞台，下次的表演，我会进步一名。好，谢谢，好棒卡，好棒卡！奶奶跟我真的有进步。奶奶的目标其实从第一次数位发布的时候就已经很明确了，她自己就说她要当第一名，因为平时奶奶是比较就是。感觉是比较柔的嘛，天天，他今天发表感言的时候就是那种，就哇，气势汹汹，我觉得很不错，对。